安娇钟欣桐10月初公开与台湾医美医生赖宏国的恋情，不过由于两人属于姐弟恋，加上赖宏国的感情历史有点太过丰富，令外界对两人能否天长地久产生质疑。但是自认谁都会有过去的阿娇，除了公开力称新男友之外，早前还跟男友出游散心，事后还高调地透过社交账号PO出二人浪漫合照晒爱，看得出二人正在处于热恋中。11月22号是阿娇的好姐妹阿萨的35岁生日。作为多年的战友，阿娇跟一众英皇娱乐的同事，包括容祖儿、郑希怡甚至谢霆锋，都有参加阿萨的生日派对。不过原来当天阿娇还带了赖宏国一起参加。阿娇最新透过社交账号 PO 了参加阿萨生日派对的照片，可见阿娇除了跟阿萨还有一众英皇娱乐同事的合照之外，最后还有一张跟赖宏国的合照。之前阿娇高调认爱后，无论是阿萨还是容祖儿都说还没见过阿娇的新男友，现在阿娇把男友空运到香港为阿萨庆生，顺道正式的介绍给一众英皇的同事，可见阿娇已经认定了赖宏国。